生活琐事，工作波动，甚至生老病死，那都得一起扛。而且唯一的底线是忠诚。OK， 好 ，OK。归晓很温柔，很善解人意，他非常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爱的。错了，再来。那我们这样吧，冯哥，我们去过去。归晓。
还要不要做好？还领过猪吗 ？OK。你带我去，你好，小姨子来了。